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大家好。可以，那边的伙伴还好吗？你们？其实我们今天上面这几位的舞台其实不在这里，是现在目前帮你们做饮料的，其实是我们的本业。如果今天饮品呢有不好的地方，都可以找我退钱。那我们是世堂城主，我们还有一个竹啦，竹在竹目就前是，欠安，对，他就是有点受伤，然身后他体欠待安。会运用他的那个没有受伤的地方表演。然后我们带来我们的第一首歌是由我们的霸长。眼嗨，大家好，他叫幼竹，他又带长来竹这子，一首歌叫什么？徐佳莹的《你敢不敢好的。你的电话我我们还重来是吗？好，重来。这是一场闹剧，先转三圈。是因为我们刚刚被打乱的，对，八哥，我们刚刚没事。好了，我们要真认真认认真，真认我们不能浪费时间，我们还有7首歌。事不过三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惊觉爱你。
都很紧张。好，对，可以吧？允许我们紧张吧，哈，可以吧？大家除了铁花坝以外，其他地方有逛过吗？那大家知道铁花坝旁边那一个货柜的店叫什么吗？好，不知道。好。我们中间那个货柜的店叫做铁花好店，那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现在搬到我们隔壁，那大家可以多去逛逛，都会买一些我们铁花村的自创文创商品，也有以及寄售商品。啊，你介绍你的歌了吗？太快了啦！好啦，嗯，你要自己讲。好了，好，我现在要唱是蔡健雅作词作曲的《重来》，我有可能会接不到了，其实可能又要三次。你是否爱？Thank you.
重量多少之后很棒，真的很棒。我跟你，好。他平常就是在上班，然后他就是很辛苦，都在后面用电脑这样，因为他都没有教我们要怎么做文书什么什么的，就他一个人这样，还要算库存啊，还要什么？你不要在那边笑，都不会，他都不会打卡上班的。嘿，没有啦。他很帅哈。她是女生哦。